为什么我要跟他小姑接话？不知道。啊，你为什么不买？好尴尬。他办了这个。很气派，我从你邓来找我姐姐，本来爱过照，我只当得我啊。参考一下，你要不要搬家？有钱可以拿哦。他要嫁给我了。对，我要被。他被包养了。要被包养了吗？对，我以后要养他了，好惨。对，养我吧。我犹豫一下。那我下个礼拜要出国钓鱼，我不开刀了。突然越写越慢了。迟疑了吗？你按取消。确定。我差点要按取消哎、欸。恭喜。三年了，两年。喝酒中，你要等厉害的，就可以接红，有出息。好，请侍酒师过来吗？我想丢这个。看起来很好吃，忘记是什么了。法式肉派。这个是贵贵的冬叶蟹，帮我找蚂蚁，对，做鲤鱼，它可以外头搭配下面当做享用，对，水波蛋蘑菇卡布奇诺，好像圣诞树哦。它上面三片的话是一比例火腿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一只面疙瘩，请吃多少蛋？海胆。意大利面，对啊，他画了一个树，哎呦，我的，对啊，要整掉了。羊排，就是最喜欢吸管的那羊排。鸭排，是鸭胸的。建议阿里的煮的羊排，彼此。你知道以后不开心，我值得拥有全部的薯泥。OK。不知道去哪里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办哦。你刚刚说那个是什么薯泥？是属于你的薯泥。你再说一次。用那个台湾更肥的鸡欧粉，先用苹果切片，一层一层堆叠，拿去烤。它上面的话是香草香皮跟焦糖酱，它上面两片的话，一个是芒果，一个是咖啡的脆片，或者鲜奶油跟榛果酱。那旁边有一粒一那个是跳跳糖。它上面三朵叶子，对，跳跳糖。上面三朵叶子是咖啡脆片，谢谢。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要吹了吗？要吹了吗？好，一起吹。怎么叫我吹啊？因为你比这……那你把剩下的吹掉。快点，假装有。好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来了，再吹一次。贴心的又来，再吹一次，无限吹蜡烛。我吹一下，来来来。哇，新婚快乐！谢谢。哥，谢谢，峰哥，拜拜。